现在呢，我们以全体公司的心呢，要来恭请联合上各位。谢谢部长，谢谢部长关心。我们高校院长在繁忙之中呢，来为大家好努力。我们祈福法会开始，我们恭请联合上主持。
祝祷。恭读佛光山开山宗长心灵大师喜佛迎春祈愿，慈悲伟大的佛陀，今天是本世清喜佛像的日子，我们身俗恶众弟子齐聚在您的座前诵经祈福，希望大众出坡作物一切平安。慈悲伟大的佛陀，平常我们在您的座前借着早晚课诵深入经藏，在一次次的跪拜礼佛中折服我们，今天能洗净您的金身，我们感受到自己与您是如此的亲近，如离家的游子回到母亲的怀抱，就在洗净您的金身的当下，仿若也洗净了我们心中的烦恼，使我们更能张开慧眼，清晰瞻仰您的圣容。慈悲伟大的佛陀，您的金身是由我们身心恶众弟子欢喜洗净、全心奉献的，希望佛陀保佑大众身体健康、精神愉快，事业顺利、不予匮乏，希望佛陀保佑大众家人平安，所求如意，眷属和谐，护持佛法，希望佛陀您保佑大众朋友相助，获得善缘，常随佛学，平安吉祥。慈悲伟大佛陀，请您接受我们自诚的祈愿，请您接受我们自诚的祈愿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Yeah.
受到
佛殿的庄严，佛祖的清净，让他们呢把欢喜平安都带回去，在他们新的一年里都能够有一个新的美好的未来，人人懂得做好事，说好话，存好心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在美好的早晨，我们呢在大殿为喜佛来祈福，这是今天最有意义的。最后祈求佛祖加倍大家家庭幸福，一切吉祥如意，也祝福大家今生吉祥，生生世世都吉祥。阿弥陀佛。我们在这边。